什么？好，欢迎我们神魔女将出场。好的，我们今天也是有神魔女将在我们2018年台北国际电玩展神魔之塔如舞台这边哈，来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以及相机。把你们喜爱的神魔女将拍在你们的手机以及相机当中了。好了，那在舞台由我的右边至左边分别是我们的红菱啊、爱丽丝、娜美、木子轩、小雪、布丁、倩倩、草莓以及我们的小乔儿，现在在我们的舞台上面。请我们的女将可以来站我们右边一点哈，在右边一点点，好的。好的，我们现场热情的神魔的玩家以及神魔的粉丝哈，那个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及相机哈。我们电玩展第三天依然有漂亮的神魔女将要陪伴大家，所以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星期天哦，星期天大家就真的是非常的着急，再度来到我们现场哦，很高兴大家这么长久以来支持我们神魔之塔。好，我们现在就开放各位能够拿起你的手机相机，把我们最漂亮的神魔女将拍在你们的手机以及相机当中呢。在我们神魔之塔主舞台这边，我们前面有许多漂亮哦美丽的神魔女将，那由我的右边至左边分别是我们的红菱、爱丽丝、娜美、木子轩、小雪、布丁、倩倩、草莓以及我们的小乔儿哈。今天是星期天哦 ，Lucky Seven 啊，所以我们官方哈、哦、今天特别的加码，要做一些事情哦，要做什么事情？我现在就跟大家讲哈，大家可以继续拍照，没有关系哦，拿着你们的耳朵听就好了哈、哦，可以继续拍照，拿手机及相机拍照、哦。今天呢，我们女将们会在我们舞台右手边这边有个门哈、哦，会有不定时的哈、哦、开放给各位拍照，还有发精美的礼物哦，所以各位哈、哦。喜欢神魔女将的粉丝哈，都可以在我们主舞台这边等待我们可爱又漂亮的女将们哦。好，在现场也看到了许多的熟面孔哦，没关系，各位新来的人哦，来到我们神魔之塔主舞台这边，可以拿起你的手机以及相机哈，把我们最漂亮、最可爱的神魔女将哈全部。能够拍在你们的手机以及相机当中吗？我们他们都会摆出很可爱、很漂亮的 pose 哈，大家都可以赶快拿出你们手机相机啊！由我的右边至左边，好，这边是我们的红菱、爱丽丝、娜美、木子轩、小雪、布丁、倩倩、草莓儿以及我们的草乔儿哈，都是我们巨星等级女神等级的女将啊，就在我们神魔之塔主舞台这边了哈，所以今天来到2018年台北国际电玩展的所有的乡亲们、同胞们哈，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来我们蛇魔猪排这边就对咯。各位粉丝哦，超级厉害的五位女将，通通在一个哦一个爱心的那个珍珠板上面，真的是太用心了。希望你今天能够拿到他们送给你的礼物啊！欢迎2018年来到我们台北国际电玩展的所有的玩家以及所有的观众都可以来到我们神魔之塔植物台这边。我们现在有我热情好可爱又水的那个神魔女将就在我们神魔之塔植物台这边所以各位可以赶快聚集到这边把握机会平常你可能只能在那个脸书的时光上看到他们不对今天现场 live 你就可以直接拿起你的手机你的相机把他们拍在你的手机相机当中所以大家快把握机会18号神魔舞台这边还是有很多非常热情的观众到我们主舞台这边也有很多很棒的活动啦现在在我们这边是有许多可爱又美丽的女将分别是我们红菱所扮演的魔女那美爱丽丝所扮演的双鱼公木子珍所扮演的火龙石小雪所扮演的水女布丁所扮演的天空倩倩所饰演的木龙史草莓所扮演的陶乐斯金桥小二所扮演的解放的毛汤记平常你只能在手机的卡片上看到他们出现不对今天就在现场出现了各位把握机会拿出你的手机你相机把我们最可爱最漂亮的神魔女将赶快拍进你的手机你相机当中谢谢这些女将来到我们的台上所以呢各位粉丝要记得到他们的粉丝专页继续的来支持他们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大家把握机会了拿出你的手机相机各式的精致的影子赶快把你们所爱的神魔女将赶快拍到你们的相机手机当中已经来到第三天虽然说今天下着雨可是我们看见粉丝以及神魔玩家还是热情不减就是一定要来现场来支持我们神魔之塔我们神魔之塔5周年感谢有你们一起与我们度过在我们舞台线上也有为我们的神魔女将与粉丝们来见面所以呢大家拿起你的手机相机来帮我们的女将们拍照差不多到这边了不过先请女将那边稍等一下我们工作人员要为你们女将们先拍一张团体照来稍等一下来准备来一
二三 ，smile。好，再一张 one more one more 哈，来再一张哈，来准备，一二三。好 ，OK 哦，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神魔女将，可以给他们一些掌声吗？谢谢我们的神魔女将，来欢迎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以及粉丝哦。那我们就先请女将可以回到我们休息室休息一下。好了，是的，我们水下神魔族。